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无聊啦，真的。公文这个事情是怎样？还要开直播给大家看？你看，公文跟我一样高，为什么他要开直播？有人说韩国瑜神经病，有什么好开的？那你先问一下苏贞昌跟蔡总统在酸什么吧。来，这个公文的事情被媒体人爆料之后呢，我们的蔡总统马上出来讲说啊，我不但有公文，还有很多报告要看。我相信是好，苏贞昌也立刻跳出来说，我批的公文堆起来比一个人高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韩国瑜要开直播了，因为两位先呛他嘛。他只好去开直播，好，开完直播给你看了以后呢，他说希望政府跟民间要了解哦，每天溺在公文海里面，并不能带来强大的行政效率，好，他只是要凸显这些公文哦，没有他没有别的意思了哦，好，来，我不开直播之前你要酸我，我开了直播，你也要酸我。所以不是韩国瑜无聊，也不是我们无聊，是酸他人真的太无聊了。好，蔡总统，你看又回哦，说啊，那么多公文不知道是每一批还是借来照相的，这很重要吗？很无聊。然后行政院又说，五分钟直播时间可以再批一份公文，无不无聊，真无聊。所以无聊不是韩国瑜，也不是新闻生喉咙，无聊的是民进党的这两位最高行政首长，还有这个韩黑哈捡到枪说什么啊？你看哦，公文队里面好多红色，红色是急件啊。韩国瑜怎么把那么多急件公文放在那个市府里面啊？公务员都哭了，公务员都哭了，公务员都很难过，所以韩国才告诉你说，哎，这个是假的啦，哦，这个是他拿那个纸哈，有些民众写的信塞在那个公文夹里面，大家不要太紧张，哦，这不是公文，哦，多半是民众寄的书，他只是做一个模拟而已，好，哦，按照这个标准，那我也超不认真的，啊，你看。他这个，你看我的公文只到我的膝盖而已啊，你看只到这边，我连一个人，我连半个人到我的腰都没有。你被苏贞昌吊打，对我输了。你看，难道你有要说什么啊？怎么那么多公文，怎么不赶快送啊？搞不好有这个人事命令啊什么的，啊，这里头加的是废纸，你懂吗？说可以不要这么无聊吗？啊，还可以捡到枪，可以不要那么无聊吗？还看到一些这个新北市的公务员也在脸书上面说，哦，什么韩国瑜怎样，就。什么毛病吗？哈，学生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你知道？我就又无聊，大家一起来无聊。你看我还准备那么多公文给大家看，是什么红色最速件，这个都可以拿来讲。红色最速件，那下次韩国瑜要拍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是不是旁边还要注明非当事文件？是模拟，此为模拟画面，广告效果，模拟画面，请勿模仿，是这样吗？你们无不无聊，他只是在告诉你去做这样的比较，本身是没有意义。那针对是谁的话？针对是苏贞昌的话。但问题来了。你知道昨天韩国瑜登出来这一段之后，马上就有那些韩黑在我看 PPT 上一大堆说，你看你公文都堆在那边，你都不批啊，堆得跟人一样高干嘛？有什么意义啊？你不批，居然堆得比那个天王老子还高也没用啊！我就觉得这些你到底知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？是因为苏贞昌讲的这句话，韩国瑜示范给你看，结果你骂的是韩国瑜，我就觉得那真的很爆笑。苏贞昌说我堆了我批的公文堆起来比一个人高，我严重怀疑苏院长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不敬，你是不是堆过？是啊，你是不是堆起来说，哎，看一下有多高？而且你比韩国瑜矮，是啊，所以你堆起来如果跟你一样高，韩国瑜一样高，那他批的比你多。我老实说，如果要这样比较的话，对收洗委现场超不公平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永远只到脚，他要比别人家多批好几十份公文，几百份，然后才会比较高。所以周洗委蛮倒霉的。所以我觉得第一个，怎么会有人去比这个？最早是什么？最早是因为有所谓的。爆料，资深媒体人对资深媒体的爆料说什么？他一天批不到十份公文啊，说都是李四川批的，都是李四川批。我觉得这根本很好笑，然后就开始比了。郑文灿也跳出来说什么？他平均一个礼拜要签225份，一个月不少于1000份。然后我们的黄伟哲也跳出来也讲出来一天要签多少份？我刚才算了一下，假设一个月真的要签1000份公文呢，我估计你签公文总要看，你不是拿来盖章就结束了吧？你只要看一看哪个地方有做好，哪个地方没写对。我让你一份公文花个10分钟不过分吧？一份公文10分钟，1000份是10000分钟，10000分钟我假设你一天工作10个小时好了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差不多17天。哇！你半个月就什么事都不要干，你就签这些公文就好了。哇！你就知道了，所以你虎烂，不要虎烂这么离谱。兵哥算得好，所以你有半个月时间，你就只是在签公文，就是每天一直看，你什么事都没干。哦，而且我老讲一份公文10分钟，其实我觉得很少，因为有的公文很厚了，你可能光一页一页全部把它看完，你都不知道花多久时间，而且看完之后，你可能还要找部会来协商，可能有一些都要发回重改，
哎，公文是拿起来就签的，那我随便找个收发，我就拿去给他盖，不就结了吗？这打脸打得很响哦。这是很基本的东西嘛，所以我就觉得，然后这个古拉斯讲最好笑，五分钟直播时间再批一份公文，他很显然告诉我们，他平常签公文就是五分钟。哦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吗？表示他公文根本没看嘛，他就拿起来签，拿起来签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那我叫你签那份公文干嘛呢？所以难怪每一次民进党出了任何弊案都告诉我们说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根本没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因为他公文内容他不知道嘛，所以他就签了嘛，不就是这样？你是在告诉我这个意思吗？那我觉得最无聊的就是蔡英文总统，他还说那么多公文不知道是没批还是借来照相，这个东西还要讲吗？你无不无聊啊？然后你知道吗？是借来照相的，报告总统。他这句话已经露馅了，表示他从来没看过这么多公文。不然他怎么会说那么多公文是不是没批还借来照相？所以表示他平常根本没在看公文。我老实讲，一个首长如果你批了公文多，算是他的业绩的话，这个首长我觉得直接可以被罢免掉。因为理由很简单，我们选民选你出来不是叫你来签公文的啦，是叫你来领导整个团队的。公文本来就是分层负责，老实讲，首长签的是越少越好。因为应该在各局处、各分组处理的就要处理完了啦。真正重要需要市长来决策的才会送到市长室嘛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同样的，总统如果每天有几百份文件要签，那总统还做什么？不用做了，你每天蹲在总统府签公文就好啦。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种鬼扯到极点的一个逻辑。基本上，你一个市府的公文，如果需要市长签的公文越多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整个行政组织出了严重问题。对，表示你下面人都不敢负责，或是你不敢放权给下面的人。你要把大权都揽，你所有东西只有你看过才放心。那这个机关一定会毁掉。其实我们现在行政院长就已经自己招供了，他告诉我们现在整个行政机关的效率出了非常大的问题，他居然要签的公文跟他一样高。那你每天光去签公文就好了，你什么事都不要干了，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要你苏贞昌一个人决策，没有经过你都不行。大连我们的行政院的厕所要换个卫生纸都要你批准，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公文可以签？所以呢，我真的觉得不要再去讲这些骗三岁小孩子的话。然后那些1450网军会，拜托你们，没知识也要尝试，也要尝试。没尝试的话，请看电视，请锁定新闻龙生喉咙。差点把龙卷风三个字讲出来，我才讲的太奇怪了，不好意思。像那苏贞昌的公文，一定必然伊一定比韩国瑜较济嘛。哎，他是行政院长啊，不是啦，因为韩国瑜都无咧吃钱嘛。无咧偷嘛？你听好无？四个月做130几条道路，伊有批一张公文无？无。下底就挂你啊嘛！我要求你外久紧紧紧紧，我批什么公文？有诶人毋是嘛？拢爱给我送来哦！我看卖啊，因为正常要补助电费爱3亿嘛。啊，即回台中办的，我看卖的啦，摕来下底人怎啊变写3000嘛？哦，唔敢嘛，我看卖啊，蛮个要闲的嘛，惊讲因为正常补费想讲啊，即都市咧办，照起工敢补助嘛？那照去年爱3亿啊，啊你啊讲唔是家己的政党执政，无一半嘛爱1亿啊，啊去到遐就变3000去看，啊是安那拢爱交转来？我看有照我之前交代，这件有给司干无？那件有给右正无？你唔能给我挂落别人。哦。咧顺啦，有个人是咧顺啦，唔靠正经咧批咧，看看尔，伊敢有特惊看？对不对？因足惊负责任的啦，看了，迄个退队，哦，迄个退队，来这套哦，啊，批公文，你怎个批？韩国瑜拢无咧批。重要的啦，指导性的、目标性的、原则性的，哦，公务人员爱服务百姓，快速，对不？干那迄四个月，迄130几条道路，伊就过来清高啊，清高啊，我看这厂商就对了吼，伊嘛无，伊一张拢无批，啊是安那高啊下水道会清较济。啊，就下面的人处理就好啊，哦、对不、啊？叫做好的劲嘛。副市长去处理就好啊，对对公职、本来就安尼啊。嗯，照你讲，唔免到副市长。嗯，迄个局长的手拢。公务局长就处理了。局长的手拢出，甚至科长都拢爱割掉去啊。嗯，安尼遐济公文，啊，你是安那恁的公文特别济，恁大家拢要顺看有照恁的意思去用无？分有送去倒无啦？酒有送去倒无啦？哦，倒一件我送做无啦？恁是咧看这呢啦？
啊，委员有照我讲的意思搞无啦？哦，恁遐搞看公文咯、喔，啊，恁公文看遐济效率遐歹，百姓遐歹过，看遐济公文啥路用啊？啊，啊，你看足济公文啊是搁安那？哦，百姓过啥物日子啊？韩国路就是足简单嘛，快速反应，外心情呢，这两日落雨。哈、啊，说好的录屏呢？你看迄个媒体安尼硬咧甲你喝着。去年安尼一阵雨落来五千空，今年一阵雨才大阵，安尼木瓜倒，无甲一百空。嗯，无甲一百空哦，安尼还佫硬咧客车。我敢若伫台南要驶来高铁站啦，上无二十空啦，敢若伫成功路要来高铁站，我拄二十空，我敢有甲黄伟哲讲，啊你创遐济空？啊，雨落落遐济空，我袂安尼啦，因为落雨歹，紧补修嘛，敢是安尼？嗯，莫有敲倒歹人损伤嘛。恁唔是，啊，落去甲翕一空，翕一空乌人人，吼、哦，啊，落扩大高雄所好的路平是安怎？恁唔着问高雄人，人因足清楚嘛。旧年出来是亲像咧。邓科啦，就亲像咧，迄落迄落坐船的，跳跳车啦，像咧坐船的，桥都啊像咧坐船的，吼、哦。今年出来，啊，久久啊一空，啊，补修，快速补修啊。啊，现在电视做了啊，搁还不多少时间了还不来？落雨他妈假是会打你，会掉你呐！啊，搁咧落雨是要哪修啦？安尼的，伊翕了，安尼的，随客在讲，干唔叫？啊，说好的啊，市场往外跑啊，所以都无报啊。可是你若看，即马韩国是面对安尼呢？哦，我实在想讲来台南市甲直播一下吼，啊，我等于对无？包括野狗较侪，包括路一空一空，咱够用安尼咧甲扩大监视，咧甲克制，唔是嘛？安尼变市场伊无法度做代志。嗯，所以大家爱冷静啊，唔是咧比公文批到济啦。哦，啊，韩国如是甲你讲。唔是，人伊就是用即款嘞，啊，唔是安尼。吼，你看嘛，恁后尾生做是大细汉，搁记得，没有必要啦。嗯，哦。